你水杯拿下来了吗？拿下来了。哎，帮你倒杯水。给你个这个。哇，这什么呀？这个是一个手动翻的日历，就是你每天可以，就是这几号啥的。哇，这个还是天蝎座的小兔子，我还记得是。嗯，库米这一个颜色，因为我想正好这下午的日期也不多了，你可以每天数着过。哇哇！之前都是猴哥给人家准备，这回反向被准备了一下。而且我真的觉得，在杨姐旁边，猴哥好几次都压抑不了，跟杨姐她就一直会忍不住，永远忍不住。是是是。我可以拆开吗？拆呀、啊。你可以数着过了。你坐这边，我坐那边去。没感觉了，这手好多了。他贴上这个东西以后，纱布。检查一下是吗？没检查呀，我就看看。嘴硬，看看。这是什么？这是那个弹射刺球的哦，日本的粘红石。有点意思。你怎么不戴？我不希望手上戴东西。哦，你现在呢？现在就是说这个东西长手掉不下去。哎呦！天死了！他们两个性格真的反着的。现在就是说这个东西长手掉不下去。那不就你长在我心里的意思？他好上头。女生听这种话真的就是觉得很快乐，就是想要跟他永远在一起。一听到就要跟人家永远在一起，要冷静啊，妹妹。我非常冷静，我爱事业。冲动就是明天就会消失的感觉。好，我没有见到那个原石长啥样，很小，然后细手链，镶在那个手链上。对，啊，很可爱。你要为他爆灯吗？别忘了我磕你们俩啊！要不我帮你带？来呗。那另外一条要给你的媳妇吗？现场爆个灯吧。对呀、啊，梦辰，这给梦辰。我一会儿给我的媳妇带上。哇，别说这个真的蛮好看的。好专业的手心啊。在哪里买呀？你别说这谁戴这也。那个后面的故事也很精彩，我们往后看吧。不好推，我帮你推吧。没事。推吧，你走吧。你帮我拿这个吧。真是。这样。可是他们真的很有那种告白完第一天的莫名羞涩。对。哟，打通了。他为什么？打通了。变样了。哇。你是亮灯。亮灯不是你的原因吗？自己还有点不好意思。你在这儿按的吗？你这个吧，你得跟你是吗？万物可爱没了。啥？谁的呢？好运。哎呀，你说啥呢？疼的。第一，真的神经好大条哦。
Hello. What? 那个没弄完吧？弄完了吗？弄完了。走吧。走吧。成双成对的现在。你还没做过手模了吧？那你涂一下，涂一只手。打磨。这打磨手这个合适不？打磨手就是先弄这个吧。这种努力的小男孩。哦，他俩肢体接触已经很自然了。哇，好舒服啊。不太多了呀。然后呢？然后戴上手套。哇，好柔软呀。起步了。好柔软呀。原来手模还可以这么玩哦。他们就是因为刚刚就是表白过后就忍不住的想要贴贴。我觉得真的挺香的，这个让我的手都变香了。香香的男孩子，我要去洗了。洗了。他帮他洗吗？你这怎么变？哎呦！好近哦，我从没想过手模还有后续的这些步骤。好个子，他们知道好甜。嗯，赶紧多冲。这家只有他们俩。哎呦，我其实挺喜欢刚才程琳说的那个表达，就是俩人爆灯了之后突然间好像不知道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相处了。对，就是本来我们是朋友，好，那现在爆灯了，那我跟你讲话或是距离我们应该怎么调整？那他为什么是这样的呀？你好可爱哦，你怎么会问为什么会是这样？都是这样子的呀。就觉得就是，相反，就是你们一开始是朋友，你就很想拉他的手，但你没有办法拉，因为你是朋友。后来你们不是表白在一起了吗？你就知道说，哎，你可以拉他的手了，但是呢，你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拉，但是你就觉得说，我可以拉了，我就是得拉，我要拉，但是我又不好意思拉，所以你就拉扯，懂吗？跟自己对话，而且反而还会经历一天，就是两个人有一点点不敢互看对方。对对对对对对对，好真实的状态。因为一旦确定了之后就有点像是一个幻想进入现实的一个过渡期，那过渡期它往往其实需要更多的思考，就是我怎么样去更好的维护这个关系，在想，哎，我的分寸在哪里，是女朋友吗，是男朋友吗，还是我们现在还是在一个好像确定但是又不确定的一个关系，所以过渡期是他们现在尴尬的一个状态。嗯，对，而且我觉得过渡期需要一个人先打破。你去对面看看，走吧。Hello，Hello，Hello 呀！你们刚回来吗？对，姐妹被车撞飞了。咋了？发生了啥？就是呢，我看旁边有樱桃，看到了吧？然后呢，我就下去买樱桃，然后我就很开心，然后我就跑，然后姐妹就是一些转了一圈飞。我天哪！哎呦，王哥呢？王哥肯定下去。王哥，他冲的太快了，主要是我还拉着门呢，他已经躺地下了，是吧？我刚准备开门，然后那这边呢？这边这两天他去医院也轻车熟路了。天哪，这都肿了，这怎么处理一下呢？可以啊，撞出个肱二头肌来，撞出个肱二头肌。我气死了，不跟你说话了，走吧，吃饭。